只有金屋酒窖独享的哦。那其他我们用这个水果，新鲜水果来做我们的汽水。那我们这种汽水呢，在别的地方买不到，因为它是新鲜保鲜，所以我们自己才能买。地下水盐化以后，我们本来有做三种口味，那个苹果西打、玩乐汽水，还有玩乐沙士，结果只两种不能做，只有做哪一种可以吃，有盐的只有哪一种可以喝，只有沙士，所以我们只能靠卖沙士，那也支撑不了多久。那其他我们用这个水果，新鲜水果来做我们的汽水，那我们这种汽水呢，在别的地方买不到，因为它是新鲜保鲜，所以我们自己才能买，它进门也没有。
哦，那其他大街边都买不到，那我们这里现场来这边喝才可以。哦，这是50年前保留下的唯一的一瓶，没有被小孩子拿去喝的一些。你只要瞄准对方，按发射。如果对方被你打中，他的灯会熄掉。啊，然后我们没有子弹跟死亡次数的限制。好，然后3到5秒钟会再自动复活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被打中了，你不能打别人，别人也不能打你，你要等待灯亮复活了，你才能再继续做。更重要的，可以让我们金门高粱酒继续的呼吸。